一个弟弟登来做酒棍哈，他弟弟在外面做和尚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义正就跟这个老婆讨论，他说好不好？然后他老婆说好啊，不然我都39岁了，你也39岁了，没生可能更困难，那个时候很困难了、啊，现在还可以，医学发达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他弟弟就当和尚就跑回来跟哥哥商量，哥哥就跟他说。弟弟，你别做和尚啊，回来做将军。他弟弟说，他弟弟叫足利义士。